SM 家的高颜值女爱豆盘点崔雪莉、裴珠炫还有少女时代的她。崔雪莉，虽然雪莉负面新闻不少，但是每次出现的时候颜值都令人惊叹，简直是人间水蜜桃，皮肤超级好，可以说是吹蛋可破了吧。之前和金秀贤搭档的电影《Rio》里的雪莉也是让人着实惊艳了一把，红衣造型又性感又魅惑。Radio Lut 裴珠炫，每次露脸就会上热搜，靠的就是一张无敌精致的脸。虽说已经28岁了，可是完全看不出来啊。人美心闪，说的就是 Irene 了，照顾成员们，被成员们称为是这个时代最棒的女性。又美又攻，稳定邀请四代女团的颜值 TOP。少女时代林允儿，出道11年仍然保持住满满的少女感，像小鹿一般纯洁，林允儿就是怎么看也看不腻的存在啊。每一天都是令人心动，拥有住高颜值还有出众的气质，是完美的允儿没错了。